走了。啊，谢了，今天到这儿吧。啊，小李叔，我们现在在哪儿？欢迎来到我的搏击俱乐部。你的搏击俱乐部？这是你的搏击俱乐部啊？为什么不能是我的？天哪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准确的来说，这地儿是你小李叔开的。但不光这地儿啊，这外面是一个体育竞技综合俱乐部，篮球、足球、排球、马术、高尔夫，你想到的、想不到的所有体育运动项目，这外面都有。对了，还有酒店。我天，他把这东西都喝了。嗯，你认识他这么长时间，你不知道这女的一喝完酒变身了？关键是我没和她喝过酒啊。干嘛？搓他到最讨厌别人摸过头了，你。我从小到大还最讨厌别人出这么多汗呢。你平常就是在这个地方练习挨打呀？啊！你别得寸进尺啊！刚才我们俩可是救了你的。你别跟我提刚才，就刚才。刚才我还跟我爸说，我现在正跟小哲在一起甜蜜呢。说，你真的没必要为那么一个男人在那儿伤心难过，纯属浪费生命。你懂什么是生命吗？我在孤儿院的时候，因为我瘦小，那些男的他们都欺负我，每次欺负我的时候，都是小哲挡在我前面保护我，他为了我。老跟别人打架，他被人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，他什么都不说。小时候还是小时候，就不喜欢吃肥肉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把肥肉给吐出来了，塞到手心里。小哲看见了。就会跑过来，然后把我手里面的肉抢走，然后装在自己的口袋里面。他口袋里面从小到大老是油乎乎的，老是因为这个还老批评他。他一点都不难过，他每次他看见我，他就笑，他就笑，你知道吗？他像个英雄一样。那天下了好大的雨，好大的雨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的鞋子全部都湿了。是陈哲把他的鞋给我穿，我才有鞋穿。骗子，骗子！我要去房华国际，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！这根本就不是房华国际，闭嘴！别拦着我，谁拦着我？不要拦着我，松开，你们都松开！啊！陈哲跟我不一样，他没有遇到一个把他带回家的爸爸，但是从小到大，他所有的事情，他都是靠他自己一个人完成。如果你爱我，你会。今天我们分手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
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我分手了，但是我一闭眼睛，我想的，我想的全部都是他对我的好，我没有办法跟他分手。